可能是我新的粉丝专页的名称，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帮我订阅一下，帮我按赞一下。OK， 那我接下来做一下总整吧，我就抓重点，抓我觉得是重点的，我就不是像刚刚那个带着大家一起看的那种，可能也是要个20分钟吧。好，我们就一个一个慢慢来嘛。首先是象牙塔，象牙塔的话它有一个新的活动，也就是两个礼拜，那两个礼拜它象牙塔它的活动门槛改为是60等，然后四楼传送费1万，七楼传送费2万，那活动结束之后就是改为72等了。对，那它这边每天的时间是一个小时啊，韩版是两个小时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边是一个小时。对，那活动期间叶子消耗减少 20%， 那你也可以直传八楼去打恶魔，或是恶魔监视者的话就是石蓝钻。 OK， 那象牙塔里面是可以进行水传的，也就是说八楼也可以水传。好，那新的任务的话就是60等以上你可以去象牙塔打100只，有3000多万的经验值，算不错啦，蛮佛心的。只不过你要记得哦，每天一个角色只有一个小时而已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它的强度会变多强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活动新增的制作，你打任何怪除了打王以外都会掉，都有机会会掉象牙塔秘密箱制作材料，集满50张你可以做一个秘密箱，那这个秘密箱一样是9月12号也就两个礼拜就会被删掉了。那秘密箱会开得到的东西是恶魔全套，然后三张刻印的防卷，刻印的蓝防布，那最烂的是沉水十罐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恶魔的皮革是新的材料，是可以制作恶魔套装的新材料。OK， 然后接下来这是我们万所瞩目的新象牙塔里面掉的宝，它会掉红布，怪物会掉红布哦。然后力踢、敏踢、自踢也都会掉非刻印的。对啊，然后原本就只有魔物的气息嘛，然后现在是多了这几项，快上电视了就对了。那恶魔跟恶魔监视者，恶魔监视者应该就是像是镰刀死神监视者一样是小王，那恶魔就是大王。OK， 那他们会掉的东西哦，流星雨、暗影冲击跟紫布，也就是说这一只王的话，它会掉到紫色的东西了。OK， 然后这边的话还有一个新的东西，叫做恶魔的气息。恶魔气息它是可以取代红布去做恶魔套装的一个新的东西。 OK， 然后力套也会掉，这个力套应该算是蛮多客长可能力套都卡在，就是卡那个装备收集啦，蛮多都卡在力套的。 OK， 然后恶魔的话它是说每天11点左右啦，并非整点出没。好，那恶魔的套装也变更了，原本是我记得原本是加蛮烂的，现在是你如果全套的话就是力量加2，魔防加10，然后物防也加10，那全部安定值都是4。对，然后它的制作材料也变更了，那这个的话就是大家有兴趣再看看吧。然后塔斯拉手套跟塔斯拉长靴也可以藉由制作来获得了，那它的媒介就是手套，恶魔手套跟恶魔长靴，也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塔拉斯手套啦，跟塔拉斯长靴是恶魔手套跟恶魔长靴的进阶版。也就是说客长们如果不喜欢恶魔套装的话，你可以用散装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做成塔拉斯手套或是塔拉斯长靴。 OK， 那接下来是下一个活动的话是暗影神殿。暗影神殿的话就是70等以上，给70等以上的玩家去充等用的，那它的入场费是5万块，一样每天就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。对，那暗影神殿分三层楼，我们花5万进去的话就是进去第一层楼，然后你如果要去第二层楼的话要在一楼找到死亡的执政官，然后花2万天币去二楼，然后你想要去三楼的话就要在二楼找到卑鄙的执政官，然后花3万块传到三楼这样子。那里面的怪物掉落的东西我觉得不错，算是骑士为什么不去金木，就是因为金木人太多，然后又不能随船，所以骑士像我就不太去金木，但是暗影神殿它是可以随船的，然后它又会掉刻印的封印的稀有武器制作秘籍，所以我是觉得高等的骑士可以把这边当作是金木的替代。对啊，那这边最大奖就是红布刻印的，那灵魂石碎片的话基本上就是刀刃。 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就是
活动啊，四大霸主屠村。那这个活动的话，主要就是大脚马优更改为残酷的大脚马优，然后它的模组更新，然后新增掉落物就是掉落它的冰冻长靴，这个是上一个版本就有出现的。然后最新的东西就是灭魔系列红色的盔甲，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抗魔法链甲的强化版。OK， 然后巨大飞龙会多皮带，然后伊佛利特变成那个搭那个 MC 王啊，那个魔兽世界拉格纳罗斯，没啦，开玩笑了。他会新掉东西是伊佛利特魔力项链，这个是对法师，我觉得应该蛮多法师课长应该就是他的目标就是这个。那不死鸟的话，他变成中国风。啊，不死鸟会掉的新东西，羽毛背甲的话，也算是上个版本就有了。OK， 那这个新东西的能力说明的话，冰冻长靴就不用看了。面膜鳞甲是给王族用的，防御赴死哦。然后体力上限加20，魔回体回也都有加，然后每强化加1，魔法防御又加1，对吧？也就是强化的抗链这样子。飞龙皮带这个就是欧级强化版，欧级皮带强化版有多一个减伤加1。那面膜小藤甲就是妖精黑妖在穿的，基本上数值是跟王族是一样，只不过体力恢复跟魔力恢复是不一样，跟那个王族的是不一样。伊佛利特魔力项链，防御负3，魔攻加1啊，强，对吧？想要追求顶尖魔攻的法师必备。然后骑士的面膜金属盔甲，防御是-12，然后魔法防御每加1的话，会在魔法防御还会再往上加，不错，对吧？如果你骨皮没有跟到的话，也许这个可以来试试看。那这个不死鸟，这之前就有上一版本就有出现了。然后面膜的披风是法师专用，啊，那这个数值大家都可以看看。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是算是常驻的活动啦，你在野外讨伐这四个变魔族的大 boss 之后，会有机会会拿到屠龙者奖励箱。OK， 你要亲眼看到王死掉，而且你有打到他一下，你才有办法拿到这个奖励箱哦。反正就是跟世界王一样啦，你有打到才有可以解任务的感觉。OK， 那这个屠龙者奖励箱的话，它会开启拿到娃娃变身名誉货币各10个，然后娃娃变身卷轴各1张。重点是它有机会会获得红布跟无刻印的蓝布，然后还有3张刻印的武器、防具、饰品，这3种都有机会拿到，对吧？那我们就直接看最小奖，最小奖是瞬间移动卷轴3×，不是受祝福的哦，瞬移卷3张。所以说现在你如果野外你在打这4只新的 boss 的时候，你还有机会还可以再开一次奖，对吧？算是有，也许宝不是你的，但是每个人呢都还有一次奖励箱可以开这样子。OK， 那接下来就是一般玩家也可以享受到的断线任务啦，断线活动啦，之前有断线龙，现在是大家要在村庄断线咯，开玩笑啦，现在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啦。然后刚刚上述的四大 boss 会在中午12点到12点10分，以及晚上的6点到6点10分，会在4个村庄各突袭一次，对吧？12点到12点10分，海鹰、奇岩、古鲁丁、肯特就会再出这几只王，对吧？马优就是大脚，就是海鹰嘛，飞龙就是奇岩嘛，伊佛利特是古鲁丁，不死鸟就是肯特嘛。这个的话，我是觉得这个伺服器要有共识啊，因为它只有10分钟的时间而已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全力集火其中一只。然后打完之后再一起飞到下一个村庄去全力集火，10分钟内我不知道能不能把这4只打完了，但就看明天喽。12点到12点10分，大家可以玩玩看，对吧？因为世界王是11点，是下午1点嘛，所以是不冲突的。OK， 然后这段期间，你如果把在村庄打死这几只活动王的话，他会掉那个闪亮着屠龙者奖励箱。哎，它是被改掉了。刚刚是有说，一般的屠龙者奖励箱也不会掉啊。然后它有更新了。那应该就是你打死在村庄打死之后，你会得到屠龙者奖励箱，你也会得到闪亮的屠龙者奖励箱。那当然，这个闪亮的屠龙者奖励箱是活动，它有时间限制的，对吧？它是1个礼拜，对，1个礼拜。啊，当然1个礼拜有限时的
箱子一定会比较好一点。你看那个娃娃变身迷你货币，迷你货币200，娃娃变身各50，然后会拿到70万迷你货币能换到的一些红色技能书，然后红布或者是新的王会掉落的东西，对吧？这个飞龙皮带它明明人家就不是叫飞龙皮带，吐槽一下，怎么又变飞龙皮带了？刚刚不是是三个字的皮带吗？现在又改为飞龙皮带了。OK， 然后蓝布也是四张都会掉，四张都开得到。最小奖就是5000天币啊，最小奖就是5000天币，这样子。OK， 然后接下来就是幻想之岛啦，这个真的算是我们无氪的救星啦。幻想之岛也是两个礼拜，然后门票是10000块，然后门槛是60等含以上，然后叶子有减少20%。每天也是两个小时，然后幻想之岛是安全区域，可以随船 ，OK。然后它的任务是幻想之岛300只有1000多万的经验值，刚刚的象牙塔是100只有3000多万，这边的话是300只1000多万。那这边的怪物会掉幻想箱，那这个幻想箱会开得到，变身制作硬币、魔法娃制作硬币，这个都算的。然后变身英雄变身卷轴箱，也就是上一次的那个。寒冰箱开到的变卷啊，变让你爽十分钟的，但是这个也是9月12号就会回收了，两个礼拜了。重点是这个稀幻想的稀有变身卡，幻想的稀有娃娃箱，这个都是直接送你一张蓝变跟蓝娃哦。这还不够，他还给你送你一张红变跟红娃，有机会会开得到哦。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无氪就是锁定这个，每天两个小时。反正两个小时，然后叶子又减少20%嘛，对吧？我是觉得一定要进来打，两个小时一定要进来打，对吧？然后幻想的蓝变，它会开得到的都是黑暗系列跟荧光系列，也就是这一次的签到开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。OK， 重点是这个蓝蛙，它除了食人妖精王娃娃开不到以外，其他都开得到啊，很猛。对吧？所以说大家缺飞龙的、缺钻石高轮的、缺斯科巴女王的要注意啊，把握好这次的机会啊。然后红变的话，他给你红变也不是给你警卫矛、警卫弓那种基本的哦，他会给你开得到特罗斯啊、布鲁迪卡，新的他也会开得到啊。所以说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、啊。然后娃娃箱的话，他吸血鬼木乃伊王也开得到 ，OK， 然后。重点是你打到的时候要9月12号就要赶快把它开完，对吧？这个地图是，对吧？它也是到9月12号了，对吧？只不过它这边有一个伏笔，你看它这边那个变身制作硬币、变魔法娃娃制作硬币啊，这不是伏笔啦，这算我看错了，抱歉。OK， 那接下来换下一个活动，下一个活动的话就是商城活动。商城活动的话，一个礼拜的时间。但是这次的商城活动，我觉得最最最最佛的是哈丁的石榴石组合包2000钻，附赠10000页11箱石榴石箱，还有这个稀有制作秘籍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？这个2000钻，我是觉得必买啊！虽然说无氪可能你一个礼拜要抽出2000钻很难，但是我就觉得你有能力的话，必买。那其他基本上就跟之前的持有石像是一样的 ，OK。那这次开得到的东西，紫色的这些部分，我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再来看吧，对吧？然后这次他会开到一个新技能书箱，新技能书箱就是你可以存仓库哦，然后也可以交易哦。他这边写可存仓可交易哦，也就是你开到这个技能书箱开起来的都是。你要用70万名誉货币才能换得到的东西，所以说你开到这个技能书箱的话也算是赚哦，对啊，也算是赚哦。OK， 然后接下来这个哈丁的至宝应该是给课长看的，因为之前都是你三颗会把它延续成三个小时的哈丁的石榴石，但是这次是两颗你会变成哈丁的至宝，它是也是一样是一个小时，但是它经验交成有增加哦，加 15%。哎，浮动要加200，算是有这个跟动，不会像之前就只是延长一颗
一颗变成三颗哈丁石榴石，一颗高级变成三颗哈丁石榴石的效果，它是直接是经验值加成是有再多加 5% 这样子 ，OK。然后无法共存，那这次保底的话就是辅攻、奥短、冰之女王、魔杖，然后新的红裤子也出来了。新的红裤子也出来了，那红裤子的数值的话就是跟铁门裤子是一模一样的，只不过它有多属性加一，然后每强化一点它的 HP 也会增加5点这样子 OK。 然后接下来还有新的是这个提盾跟面具也都是保底的哦，上次没做到要赶快做哦。这个将军项链，这将军项链是新的，那将军项链的话我是觉得法师可以不错用哦，或者是回血流的骑士OK。 然后接下来助武助防红武红防也可以保底做了，也可以保底做了。阿丁石是可以40颗就可以做助武助防红武红防，这个算是也算是蛮佛心的啦。 OK。 那之前的小当家传说厨具 Return 只不过他这个有限制只能做5次啦，每个账号 OK。 好，那接下来下一个最后一个活动了嘛，对，最后一个活动是全新变身，变身增加10种，魔法娃娃增加20种啊，对吧？那原本的长老安迪斯改名为黄金安迪斯，暗杀君王史雷佛改名为黄金史雷佛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紫变的话就是近战紫变、远距紫变跟法师紫变各增加一只。那这边的话数值我就不赘述了。然后真死亡骑士也出来了，对吧？这个是号称是最帅、能力最好的死亡骑士 ，OK。然后之前的寒酷寒香开到的让你们体验的警卫也是正式出来了，这个警卫就是比以前的警卫还强很多啊 ，OK。然后再新增了几只法师蓝变哦，这个魔兽君王巴兰卡，这个都是大只的哦。这些雷亚、巴兰卡、海陆拜这些都很大只的。这些都算是之前的那个长老安迪斯那种大小的 OK。 然后这个刚刚为什么会改成黄金史雷佛，是因为有新出一个暗杀君王史雷佛，对啊。那黄金史雷佛跟暗杀君王史雷佛差在攻速，暗杀君王史雷佛少 4%， 但是它的远距离回避率加 5， 那黄金史雷佛的话它是攻击加 2， PVP 减免加 1， 这样子各有好处啦，我觉得。所以说他们都是一样，都是蓝变等级的 OK。 然后接下来这个变身收集品的话，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研究一下，这个我就不多说了，我们直接来进入娃娃。娃娃的话新增了一个紫娃巴兰卡，那这个紫娃的话就是给近距离啊近战用的。然后法师的红娃又多一个巴丰特，然后这个蓝娃的部分我是觉得多这个蓝娃我刚看了一下，我是觉得这新的蓝蛙是不能取代旧的啦，对吧？因为它要么就是有增加什么体力上限啊，要么就是它减免也不是说特别高，它就是有分散开来啦，对吧？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新的蓝蛙没有到很好，顶多就只有远距离攻击加一、远距离近命中加二跟魔攻加一，这两个可能会对一些客长有比较有用。应该说谢力会比较有用啦，谢力，因为我记得好像没有蓝蛙是加远距离命中的吧，我没记错的话 OK。 然后接下来会出一大堆蛮可爱的绿蛙，然后都是天堂的各职业这样子，那这些我就不赘述啦，因为这些它开起来就是要你多新的卡池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克雷克、艾雷克这个是白蛙，这个我们也不用看了 OK。那新增的卡池也算是蛮多的，然后新的蓝蛙全部收集完之后，伤害减免还可以再加一，这样子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课长们最关心的，你8月29号到9月19号，也就是三个礼拜的期间，你这段期间你抽到或是合到紫变或是红变，你都可以转，那一次只能转5次啦，对吧？那红变的话要花一次，第一次1000块，最后一次10000块。那转紫变的话，一次要10000钻，第五次要50000钻啊，很猛啊，对吧？那你一张卡片只能转5次，然后
天上骑士这些什么塞巴斯蒂安、格斗家、女格斗家男、黄金时期、焚焰时期、觉醒炎魔、独眼巨人，这个不是独眼巨人没有啦，应该说这几个，这个是不能靠转到的。独眼巨人他是红娃啦 ，OK， 我也不知道他会为什么会打在这边。这娃娃是不能，我看一下哦，啊，娃娃可以啦 ，OK OK， 我刚看错了，娃娃也可以替换，娃娃也可以替换，也就是说。紫蛙、红蛙、紫变、红变，你在8月29号到9月19号，你都可以在花钻来替换这样子 ，OK。那这次的活动大概是这样，很多很多啊，我算是刚刚有稍微的读过一次之后总结下来的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希望大家对大家会有帮助啊。那为什么天堂 M 会这么大改版？原因无他嘛，黑鲨 M 要出来啦。我是希望就是大家如果你要去玩黑鲨 M 可以，但是大家还是要常常回来看我啊。假如你不玩天堂 M 的话。